且在2004年宣布息影，从此离开荧光幕前，并移居加拿大专心礼佛。不过他的一举一动还是备受外界关注。近日就有网友在超市巧遇他，从照片中可以看见王祖贤如同一般人，在超商中选购商品。该名网友发现后便兴奋跑去打招呼，表示自己是王祖贤的粉丝，是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。结果讲着讲着不小心激动落泪，对此王祖贤也贴心安慰，还大方夸赞粉丝也很漂亮。不过被问到是否能合影时，王祖贤则是双手合十婉拒，表示阿弥陀佛，已经很多年不合影了，谢谢，并且希望粉丝不要和其他人说他是谁。可以看出王祖贤想回归简单平凡的生活。照片在网上曝光后，网友也纷纷大赞，这么多年还是一样好鲜啊。